三三三二。要不要在上面？要不要在上面？这样对吗？这样还是什么啊？要在这边来。但是你在拍照。要在这上面。好。校长那个。哦。太好了。好，摆个 pose。好嘞。欢迎加入万家国小。来，一起摆一下 pose。来，请问他是谁，小朋友？哇！他是谁的弟弟？李安慧。然后第二位是，哦，他的名字很酷哦，你要去读三国志吗？公主了哈，我们的淑美老师。好，第三位是我们的新的小朋友，从单位来的，谁？李琦。
高层不如低层。真的好，永远的。